是13号车厢，啊，这就14号车厢。我们要前往丽江，这班次叫 C446 第14车。好，进来车厢。带上背包侧兜内的水杯、雨伞等物品，请取出，避免滑落砸伤您或周围旅客。祝您旅途平安。现在就带各位逛逛车厢，这有饮水机、有热水和常温水。这里是洗手间，算挺干净的。清洁阿姨就坐这里。车厢的出口两侧，接下来要坐4个小时，咱们就好好欣赏这窗外的风景吧。2 hours later， 订车票时记得订靠左边的位置，才能清楚的看到洱海哦。洱海位于大理古城以东，是云南省第二大淡水湖，因其外形似人耳，故称洱海。湖面面积约为252平方公里，最大的湖深达21.3公尺，平均湖深为10.6公尺。洱海是一个风光明媚的高原湖泊，呈狭长形，南北长40公里，地处金沙江、澜沧江与沅江三大江分领地，西面为苍山，水深清澈，自古以来被誉为群山间之无暇美誉。若旅游天数足够的话，不妨安排住上些日子，好好享受这宁静的洱海。2 hours later，坐了4个多小时，我们坐了将近4个小时的火车，现在终于到了丽江火车站。小心，哎，那个 gap 好大，抵达丽江车站了，这是复兴号，现在大概12:30左右。
对啊，他们两个现在正在说我们乘坐这趟列车的感想。那感想是什么啊？又舒服又安静又不安。又舒服又安静。就是人潮。就是有人放一些很旧很旧的纳卡西那种音乐这样。Hello， 好啦，我们要离开车站啦，车站一日游，半日游，今天是车站的丽江半日游，坐了四个小时的车子，现在我们要离开车站了。要不我们先出去？可以，我们先走。怎么样？这冰三鲜，爽口冰三鲜好吃吗？其实就是凉粉。凉粉。是爽口。是酒是酒。爽口冰三鲜。去哪？我出不去。你爸爸去哪好了？爽口冰三鲜。这叫豆花米线。这是你姐那里的。四斤了。哦，你现在在下面。把它拆开呀、啊。干嘛？把它拆开。老板，我没有要把它拆开，我怎么拆、啊？怎么拆开？把脚开啊。哦。我的过桥米线。那还有什么汤的？就我的过桥米线。看起来跟照片有没有差很多？我的鱼肉。哦，这就是有一些。那个蛋为什么中间不熟啊？加在里面的吧，色桥是加的。你搅开来了。你搅开来了。我们结束了吧？我们定就是过桥米，我是不是还有一个汤啊？是啊，是。什么汤？汤。那就照这个料子。对啊。哦，就这个。是啊，还有汤。嗯。这是八号米线吗？那个是九号。我搅完了，啊，都搅完了。这是什么炒饭？那炒。凉粉。四九。把蛋放下去了，好，一起放。啊，再放肉，再放肉。鱼，这鸡有熟吗？这鸡要放，这鸡要煮过来了。哦，煮过了。好，然后就依序的把这个九宫格里面的料放进去煮。嗯，好。好了，过桥米线结束。我把面放进去，搅一搅。那个哪个方面？哦，好，谢谢。我的过桥米线完工。好。我们两个人开车。我们现在上了司机大哥的车子。今天我们从昆明到丽江来，现在已经坐上了军哥司机大哥的车子。现在前往泸沽湖。泸沽湖。这是金沙江，漂亮吧？这应该站上来这里拍。美丽的金沙江，有点下雨。因为前些天下雨，江就变泥色，原色该是泛绿色才是。金沙江观景台位于丽宁公路与拉玛古路交叉口东北150米处。这里是一个金沙江，这里是金沙江，长江上游，长江的上游，欢迎来到金沙江，长江的上游，别人还看到有车子在走，嗯，行，可以啊，好，拜拜，比个赞，厉害，金沙江。离开了景观台，我们沿着新开的公路前往泸沽湖，避开了危险的丽林十八弯。
车子缓缓地更接近金沙江了。这时候我们正横跨金沙江了。 One hour later。这里还有一个观景台，能见度是有点差，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快四点了。上面有玻璃，有一个天空之镜。那么暗，雪山看不到，这景点没啥可看。入口，这里是买票的地方，在这里买票，学生可以打折，变35块一张，所有人都有下车。好，买完票啦，买完票我们要去检票区了，检票。车子的话，因为我们的司机是本地泸沽。所以泸沽的摩梭族人，所以可以不用票。好，来，排起，我们九位。来，我们九位，来，好像第一个啊。好，司机在那。现在这里有个泸沽湖的观景台，所以我们就进来瞧瞧。走进来，天空不作美的下雨，很讨厌。没事，就去观景台走走看看。泸沽湖这里的居民大概都是摩梭族，所以这里有很多摩梭的干果啊。特产在特卖，有广告很多。好了，我们来到泸沽湖的观景台了。泸沽湖的观景台，耶！云太多了，能见度太低啦，雾蒙蒙的泸沽湖，中间这里这个岛里格群岛呀。真的太雾了。云里面的泸沽湖，欢迎来到云里面的泸沽湖美景。这是我们泸沽湖入住的酒店民宿吧，这一个吊船，一房间，先来看一下，一张床，还可以泡茶，
泡茶区，泸沽湖的风景在外面，只是没有冰箱而已，电视有。泸沽湖的房间，这里，这是洗手台，镜子还行呗，吹风机也有，浴室，干湿分离，淋浴间在这里，这淋浴间，泸沽湖现在是晚上的6点多，还挺亮的，天空还没有黑，算是很靠近湖的一个旅馆了。正在吃柴火鸡，料已经香料丢进去。那我们要干柴，柴就是这个样子。妈妈，你爸爸炒了炒。现在在炒东西。我在军队里面做那个。对。好大一个锅，现在正在炒。对，贤妻良母，不是有两只手拿？那手不要扭到，他在家里都没有用这种炒锅，就他不会弄。发给奶奶看。哎，我在炒柴火鸡，我现在在炒。今天的晚餐就吃这只鸡，这只鸡有4.3公斤。你们这边是1.8怎么样啊？1.8都不要。而且要放加点调味料，很大，是粉色。这是甜面酱还是什么？
哇，进去了。行，好，不要吵。该煮安子好炒。看起来很美味哦。又加了一个调味料进去，这个无味。我们是觉得别人弄好了。你们是一份吗？玉米皮？对。这阿姨把我们叫的一份的玉米饼，一份有八个，啊，服贴的在我们锅的周围，自己揉的呗。然后现在服贴在我们周围，然后盖盖子，等，等熟呗。还有一个沙漏在这里，沙漏结束了以后，我们，你刚刚有偷吃啊？我们已经在开吃了，刚刚沙漏结束了。这是什么？玉米饼，对不对？嗯。这玉米饼，然后我们这是柴火鸡，里面就是有鸡肉、木耳、芹菜之类的。然后把那个玉米饼沾汤汁喝吃啊。柴火鸡。开动柴火鸡了，等一下，我就不做介绍，那么好吃的，我一定要赶快开动。等一下被他们两个吃掉，我就不好意思。对。柴火鸡，拜。Hello， 我们刚刚吃完了柴火鸡，现在来到了泸沽湖畔。这是租潮船，明天我们要搭这个船去看水性杨花。水性杨花呢只有早上开，所以只有早上的时候去搭租潮船的时候才可以看到美丽的水性杨花。我们来到了泸沽湖，这是离湖最近的一个距离了。这没有涨潮或退潮，这里是湖泊。那里好热闹的样子，这么远就是为了来这个城市。还好比基尼湖大。对，我的基尼湖真是小的，对，